Do you want to move into the center of the stage so that you're not blocked? Right. Now, we are really the junction. Oh, we don't want to do it. We don't want to do it. 祝贺王俊凯，也期待他能够在环境保护方面为我们的年轻人发出更多的呐喊，做出更加有实质内容的行动。 好，祝贺他。 谢谢，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 Mr. Solheim。好，俊凯接受了这个荣誉以后，能不能跟我分享？尊敬的Eric和先生以及联合国环境署的各位同事以及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俊凯，感谢环境署为我打开了这扇大门，让我可以和更多全球环保事业做出贡献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并肩作战。 在过去的两年里面，我参与了为生命呐喊项目。这个学习过程呢，对于我来讲是非常珍贵。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感受到环境守护伙伴们的专业度，也对环境保护有了全新的初步认识。它真的是一个很大概念的一个东西，大到包含了整个地球在内的一切，不仅有气候变化、能源的利用，还包括了人类复杂的生存环境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 在内的生态系统等等，这些环境保护工作有时候看似相互没有关系，但却又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同时，我也意识到环保工作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有持久的努力才可以看到成绩。联合国环境亲善大使这个称号对于我来说是荣誉与挑战并存，我会以更谦恭的态度去学习与工作。未来。 我希望能走访不同的项目地去探知和感受奋斗在这个领域一线工作者的工作状态，在通过共同设计，让这些项目能以更加新鲜、有趣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家知道青年人不应该是旁观者，也应该是积极的参与者。环保公益也可以做得非常的炫酷，非常的有意思。根据2016年3月份青年处于亚太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联合国报告指出，青年人的参与将有助于亚太去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的行动即将是改变世界的杠杆。到2030年，现在的我们将成为未来的决策者。我们当下的期待目标以及生活方式的追求都驱动着未来可持续发展愿景的实现以及形成。最后，我诚挚邀请 各位小伙伴们和我一起加入环保行列，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改变自己。未来留一份空间，再次感谢联合国环境署，感谢每一位信任我的前辈以及同事们。未来让我们团结一致，积极参与并不断努力。我们都是蝴蝶，如果我们共同煽动翅膀，我们便可以改变世界。谢谢。做那个为生命呐喊这个公益项目，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心得吗？ 我觉得这样刚才说的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其实让我感受到，其实公益的环保的公益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不仅其实看似可能为生命呐喊，可能空气、呼吸这样的一些可能大家觉得没有连接的事情，它其实都是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它都可以一个影响着一个，这样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青年人也能够投入到这样一个环境保护的一个行列，为 自己的生活为大家的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你有没有计划去探访目的地呢？我觉得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就可以去探访一下，这样能够更加的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资讯。